传说对决 S 十五重点改版懒人包，魔龙 buff 增强改动，吃掉魔龙后会获得闪电链 buff， 打到目标会造成三次弹射伤害。此版本适合前期抢的角色，比如说打野的甲虫啊跟星葵，那你只要在前期拿到魔龙，你的打架跟收眼能力都会大幅的提升。暗影凯撒新增凯撒之境，召唤凯撒后会出现一道能量波，会击杀路上所有小兵，并且经济会共享给全队。走在凯撒之境会获得 10% 免伤与 10% 塔的伤害加成。此外，召唤凯撒也可以像麦克斯一样选择释放路线。小技巧分享，8分钟后开始有凯撒之境。假如你是逆风，你可以利用出兵时间差，一次扫掉两波兵，这样可以拖缓对方的进攻节奏，也能获得经济哦。总结，8分钟前你要选择魔龙还是凯撒，你选择魔龙就对了。日影之弓到底该不该出呢？目前是不太推荐这件装。因为这件装会卡到其他射手的装备，加上它的性价比也没有飓风双刀来得高。个人认为大后期日影可以拿来替代鞋子，把输出最大化。新单挑神装碎空长刃，这件装算是挡爆发的神装，像是夜叉的二技能搭上装备的主动，就可以达到 80% 的减伤，这对于在夜叉后期的带线能力会变得更加有宰制力。补充一个小重点，当你今天被控制的时候，也能开出装备的减伤，这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角色容错率。超凡人新角凯恩，凯恩机动性很高，站很远就会出现印记，给足对面非常大的压力。隐形冷却很快， gank 能力提升很多，不会像以前大招没了要等很长的空窗期。提米改强，改版后的提米一技能蓄满，炸到英雄会重置 CD， 会变成一只很烦人的控制角。在对上机动性不高的角色，像是古墓啊或是萨尼，你可以多利用一技能骚扰，加上你的被动洗钱，等射手浓到中期，对面会拿你们没有办法。另外，提米一技能只要蓄满炸到人就可以无限炸，大家可以多去训练场掌握一下时机，才可以把提米的一技能骚扰最大化。新增野区前期保护机制，前4分钟到敌人野区范围会降低自身伤害，被降低后身体会出现红色的消弱动画，你就看小地图的深色区域就是消弱的范围。以上这些就是7月13的改版资讯懒人包。那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下方跟我讨论，我会亲自回复你留言哦。拜拜。